哦，好吃吗？哦，很好吃，很浓哎。很浓。え、ごんやんやん食ってどうやって書くか知ってる感じ？宮原か。そう。やん食って何の感じか知ってる？わかるよ。メイシャだろ？バカにしてんの？え、なんで眼科でアイス食べれんの？あれでしょ、なんか元眼科なんだっけ、ここ。宮原眼科みたいな。そう。へぇ、知らんかったわ。你很少去过台中吧？我台中好像没有去过吧？诶，就是经过而已，可能去南部的时候刚好经过这样子，就没有去那边吃东西什么的。嘉义是？嘉义不一样啊，嘉义不是台中啊。这几个没去过。你以为嘉义是台中吗？没有，我以为嘉义是不是在台中旁边，还是是在差很远？台中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吧。我过来叫 cut して。我忘了在哪里耶，汤包。我都忘记那个味道了。好，大家早啊！我们现在人在台中的乌日，早上时间来吃早餐。听说这个汤包很有名，常常排队。啊、是、哦。中菜鲜小笼汤包。你很少来台中吧？我毕业到现在已经多久了？记不起了。所以你的大学是台中吗？对啊。我第一次知道你在台中念书，念什么科系？念中文科系。中文？不是讲话的中文，好吗？中国文学史。哦。哇，妈妈的头发怎么白髪だらけ？ボサボサ。ボサボサ。食べ物の話しようよ。两盒。啊，140。很多人排队，那个时候买到这个汤包是最后一个的，对不对？后面的人都买不到了。所以开很久了吗？很久了，七年了。以前是在那个18年，对，红绿灯的那边。你是常客吗？以前有来买过，以前他们是在那边，10点多、11点就没有了。谢谢谢谢。これうまそうでしょ。看起来是普通的，看起来是普通的。小心哦，它有汤，真的爆汤了。要预约？对，要预约。我们是没有预约，我们买完以后只剩下一笼。对啊，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嗯，很好吃，好甜哎。是不是？太好吃了，是不是？哇，めちゃめちゃうまい。嗯，是不是很好吃？嗯，超好吃的。我们上次排了30分钟。他们有没有在包完也是动作很快？有点甜吗？很甜。哎、欸，这个多少钱一盒？70块。70块，很便宜哟。那前面真卖哦。这个真的太好吃了。对对，很好吃。鼎泰丰一笼8个，900块，我没有去吃过。真的假的？要去吃吗？不用，外面就很好吃了。日本也有鼎泰丰。有啊，鼎泰丰全世界大概全世界都有的。葱抓饼是益美的葱抓饼，我要买。益美的葱抓饼，那个是冷冻的嘛？对啊，全年就有卖了吧？全年啊、喔？应该是吧。好、oh, ，OK， 我认定那个益美的，昨天那个益美的很好吃啊。它煎的很好吃，你有吃吗？那个葱抓饼？我回来还舍不得吃哎、欸。哈？我已经煎两片来吃了，真的、啊，嗯，啊，好吃吗？美味しかった，比日本卖的好吃、啊，好吃，对啊，它有那个层次比较多，对不对？层次比较多。那个馒头不是可以自己做吗？我哪会做啊？我有做过一次，是每次做都失败，都好像那个发不起来。那你学起来在日本就可以卖了。哎、欸，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结果没想到太难了，是不是？日本居然没有馒头，没有馒头，馒头里头没有包东西啊。Seven 也有卖包子啊，是不好吃。是啊，那都机器对机器做的啊，好吃哦啊里面的啊日本人觉得那个就是包子啊，就已经觉得很好吃啦、啊。Seven 的包子有肉吗？有很碎啊。这是正常。两个。妹妹，你变够了哈。好。变够了，卖完了。我们最后幸好还有好吃，没有没有，我一起的越南的那个面包非常好吃哎，白米的，里面有什么？里面有肉，还有很多青菜嘛，那个香菜的什么，还有香菜，还有萝卜丝吧，而且它那个酸酸甜甜的萝卜，很好吃，很好吃，而且它那个面包烤的好脆，这么大、喔，我的天哪、啊，这么大哎，毛毛的手。它的面包很那个，很脆，嘴巴没有那么大，好好吃哦、喔。然后里面的配さっぱりしてる。
最台中有名的越南面包吗？所以越南有这个东西吗？有啊，那个有一个小姐说她在越南吃的跟这个一样。哎、欸，这个多少钱？很便宜哦。OK。台北也有是不是？应该有，可是我很少看过这种的。你很少看过，是你没有看过；很少看过，是你有看过的意思。谢谢，买500送一个，包成这样，很像素，很像素一样。这里的包装都很漂亮，对，设计的很好，设计的非常好看，很有古色古香。这个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好吃。有吗？可能海盐椒糖好吃。你第一次来吃吗？第一次，我第一次来。所以我想说，很久没有来台中了。这个是他们这边的那个火腿糕贴包 ，You Man 呢？卤肉，嗯，他们卤肉是最有名的。你不是没来过吗？可以。然后我们现在去公园眼科哦，雅思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诶，他不知道有这个店。就公园眼科，我在的时候就有了吗？还是应该有了吧？这个不是新开的吗？你看这个建筑物的感觉不像。我没有去过台中，我怎么知道？あんま行ったことないでしょ、台湾の場所。そうかな。我好想带你去各个台湾的地方。你出钱吗？你怎么突然很现实？而且很多口味耶，口味有什么新年快乐啊，什么分手之后的味道什么的。对对对对，是酸酸的吗？还是酸酸的还是苦苦的？台湾人很幽默耶，就很吸引人耶，就是想吃看看。对，会想要去尝试什么味道啊？对对对。你看有点感觉，我好吃吗？哦，很好吃，很浓哎，很浓。哎，ごんやん眼科ってどうやって書くか知ってる感じ？宮原か。そう。眼科って何の感じか知ってる？わかるよ。名医者だろ？バカにしてんの？え、なんで眼科でアイス食べれんの？あれでしょ、なんか元眼科なんだっけここ。宮原眼科みたいな。そう。へえ、知らんかったわ。あのママがすごい好きでここ行きたいここ行きたいって言ってたから調べたんだよ。结果我自己没去到。あ、そうなの。而且他的冰淇淋很可爱，就是看起来很多，附加的东西很多。你现在吃过两个小时就消化了。喂，你什么挖的啊？一直挖，又挖了。你在挖什么？这个我吃，他不喜欢吃这个饼干哦。不是，他这个味道他不说不什么分手，分手的，分手的味道。不喜欢分手的味道。什么味道？你试试看啊，它是乌龙茶的味道。思念总在分手后啦，对不对？你这个声音很怀念吧？很怀念，我不知道怎么倒垃圾，听到这个声音才去倒，对不对？对。然后我已经不知道你们那个分类分得很细了。对。分状元主角。副状元呐。副状元主角。副状元，副状元。このさ、見て。何？这猪脚吗？猪脚，見てこれ。其实我不敢吃猪脚。你不敢吃？嗯。这么好吃？我觉得太肥了。那种肥不会觉得肥。嗯。妈妈是敢吃。納得いってない。不是不敢吃，可是比较喜欢吃控肉那种。想吃他们的烫青菜。烫青菜蛮好吃的。ちょっと待って、やばい。那你？お腹壊した。ちょっと一旦。やば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さっきのムーゴは匂わないが。高すぎ。最近なんか運悪いんだよね、なんか知んないけど。え、お腹下したのは運じゃなくない？ノリ何歳今？うん、24。まだなのにね。27歳の時八方塞がりって言って何やってもうまくいかないみたいな。まあだからその年が早めに来てるってことじゃない？え、だとしたら27歳もう一回食らうんじゃない？いや、それはしんどすぎん。脸上的痘痘也很多，影片的声音也没有录到。脸上的青春痘长一直长。也不是运气啊。まあ。いや、この話は。这个时候你一直吃，一直吃。对呀、啊，我很喜欢吃猪脚，你不知道，只有在台湾才可以吃到那么好吃的猪脚。日本こういうの少ないよね。为什么妈妈会喜欢吃？因为卤猪脚哦，猪脚会有名是从那个屏东万峦猪脚开始的。以前阿婆煮那个卤猪脚很好吃。啊啊，
那你过来，我一搜。后来我们去喝那个饮料，我一搜。叫什么来着？爱的咖啡。咖啡店。爱的咖啡，嗯，爱的咖啡。你有喝过这个吗？爱的咖啡。没有哎、欸。啊，就是你们上次拍片的那个，我喝喝看。咦。哦，好好喝，好浓啊。太浓了吧？这个不是饮料，这是甜点。这个很好哎，这个。这那个太好喝了，那个会上瘾。那你第一次喝吗？这喝完了，这别的都不好喝了。台中的景象我完全忘记了。多久没来了？真正这样子绕市区的大概40年级。太久了吧？四十几年。全台湾房子盖最多、嗯。改变最多。你刚刚吓到吗？吓到了。没有吗？吓到吗？豆子可爱。可爱。好可爱。你在摸他的屁股。怎么叫声？好热闹啊！现在今天偏热，你很久没有来夜市了。对啊，很久没有，几年都没有来。几十年前没有啦，台中的夜市第一次。等一下，我吃这个。它什么？它是零九。小姐要什么？你要边做，我才有办法边做哦。零九猪，谢谢。50、100，颗数不一样。50，这个是吗？它是什么？甜甜马铃薯。我不知道算什么东西。零九我几十年没有吃过了。热的是加温的。炸零九。就特别甜蜜的。嗯，特别甜蜜。菱角你知道吗？像台湾只有冬天的夜市会卖那种，像一摸那种味道。因为这个炸菱角妈妈也没有吃过，我也第一次吃这个呀。有点像梨子啊？不是吧？它是什么？我不知道耶。菱角啊，黒く紫のやつ、牛の角みたいな。哎，这个是什么夜市？这个叫什么夜市？汉西夜市。汉西。汉西。あれ魚？它叫什么鱼来的？塩釜。塩釜で焼いた。焼いたっていうか烤的吗？好大一只。盐巴就是那个海盐的盐。啊，对对对对，上面是抹海盐去烤的啦。淡水の魚だから臭みが強いんで、海の鯛と掛け合わせだから癖が少なくなって。它的名字也不叫做乌龟鱼，是叫做台湾鲷。日本もあるよね。どこでも売ってないよ。え、手作りでしょ。作るしかないよ。うまかったよね。美味しい。美味しかった。あれ絶対美味しいでしょ。うん。这什么有关系？喝的木瓜牛奶，香草莓牛奶。我们买那个木瓜牛奶是不是？忘记了，没有很浓的味道哈，ちょっと薄い感じだったの。木瓜牛奶は微妙だったと。嗯。然后来什么东西？这个是那个乌龟胶，你知道吗？知らない。何それ？乌龟胶。芋头的那个。藕衣。不是，它是那个糯米加那个芋头的。来这种夜市，我不敢买这种东西。为什么你不敢买？什么意思？就我们怕豆啊。あれだよね。夜市の定番では全くないよね。サブキャラみたいな。そう。名前も知らなかった。台湾人也不知道我这个东西，怎么会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台湾人、啊。有看过了，可是好像没有特别去关注，就是到。对，妈妈这种年纪的人哈，从小就吃这种东西了，因为只要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都会做。嗯縁起物って感じじゃない？对，縁起物呢。你有没有想念你小时候吃的东西啊？对。私でも小さい時あれかも珍珠奶茶かも。回去台湾的时候可以喝珍珠奶茶。ノリ有没有？ローソンとか。啊，ローソンね。黑松沙司とか。对了，你们的话大概ローソン比较。以前我疯狂吃那个ローソン。它就是那种就是只吃ローソン，它是从那个罐子里面直接吃ローソン。啊，对哈。你要趁在台湾的时候吃啊！你如果想吃的话，你回来日本就没得吃了。啊 ，QQ 蛋。后来我们去吃 QQ 蛋。我本当好きだった小さい時。哎，通常台北人都是地瓜球的，南部的人比较多。南部比较叫 QQ 蛋呢、啊。我觉得南部的 QQ 蛋真的很好吃，我不知道有没有差、啊。葱抓饼里面加香肠的。咦，是不是？食べたことないよ。美味しそう。香肠一定很好吃啊。它是吗？它是那个三星葱的那个葱油饼加香肠，叫黄金什么来着？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是啊，我也是，感觉很好吃啊。
好吃。嗯，那我要吃。我吃的澳门的。你应该很久没有吃这个吧？台湾香肠，日本没有啊。然后这个蛮好吃的，包起来蛮好吃的。嗯，哇，这个很特别哈，没有看过，没有看过。一定好吃。哦，好吃好吃，蛮好吃的。哎，我这次回去也没有吃到香肠。对啊，台湾的香肠就是甜咸的那个。甜咸，甜咸啊，甜甜咸咸咸咸。なんかでも新しい。对。昔こういうのなかった気がする。第一次看到葱油饼有啦，那个香肠也有，可是葱油饼加香肠没有看过。嗯，我觉得很配啊。啊，我很配很配。我那个一百。我那个一百。太饱了。拜托你吃。我不要。好饱哦。可爱，可爱。物理都是靠。我回日本了耶，拜拜。拜拜。姐姐拜拜。谢了。你们下次回来。好。拜拜。拜拜。怎么样？一整天都在吃，那天撑得要死了呗。不过很满足啊，因为你要想吃的都有吃到。嗯。然后我妈妈也去那个公园眼科了，公园眼科。ずっと行きたいって言ってたからさ。对。想回台湾吧。对呀、啊，我回来了还反而不习惯日本。而且今天超热的。哎，是哦、啊，我们这边好冷哦，冻死了。我已经晒黑了。啊？最高温度-4。まあ今回の動画こんな感じか。え、満足じゃないの？わざわざ聞いてさ、なんて失礼なやつだよ。ありがとう、オッケー。はいはい、じゃあね。さよなら。じゃあね。